各位同学，阮即马开始上课，请各位同学请起立。行嘞，请坐。大家午安。会足忝的，吼、台湾人就是安尼啦吼。没啦。高山族有无？举手我看卖，拢无哦，毋是有人哦，拢伫困哦。哎呀，不要睡觉啦，以后还可以睡很久啊，对毋对？你即摆困小可惜嘛吼，咱以后会当困觉，无人要吵。咱今日为了台湾，咱有影是用心去努力，来到遮虽然是较忝。虽然感觉来到这奇怪，那无像迄个六星级的，吼、哦，这种的感受。但是咱要时刻，今日会当来到这，互相认捌，这毋是普通，这也毋是简单的代志。今日无一个人有这种的看法，有这种的坚持，有这种的用心，你甲我到这无可能会相捌，对毋对？咱的手脚较悬呢，来，两个手脚较悬呢，向你边啊讲有你上好，来，啊，有你上水，搁一摆啦，哎呀，所以咱人甲人的中间，爱需要这种的动作，搞好得到，感觉讲，哎呦，你足够注意的，对不对？那咱咱的手碰到隔壁的时，会感觉安怎？会冷的牙手，无嘛吼？会烧的牙手，啊，表示你有感觉，对不对？大家就有感觉无？什么感觉？疲劳，爱困，哎呀，讨厌，拢无吼？吼，这可爱的台湾人吼，所以今日来到这。绝对袂当带炸你的什么感情来到家，绝对袂当。你若是用感情来到家，我相信这三天非常郁卒，回去你的脚阁整整，走路袂稳，是安怎？拢是气，拢是毒气伫遮。所以咱爱思考，咱来到家，咱用感情。你坐伫遮都想啊，阮太太迄个甲我讲的，我硬足郁出的。老师讲甲足热的，伊老人内底当伫想，恁太太昨昏安怎讲，恁翁昨昏讲迄句，哦，咱拢会飘飘茫茫，无一个目标的。但你来到遮专心的时，你就了解。哎呀，来到遮，咱是想有伫讲台湾主权，台湾的未来。毋是靠感情会当累积起来，对不对？这些时间，咱用感情支持国民党、支持民进党、支持台联党，甲支持任何你认为较好的朋友。但是支持到五六十党、七十党，有解决台湾的问题无？有无？但是你无用感情，你来这要创哪？你是用啥物方法来到这？用头壳，要安怎？头壳敢袂惊咯？我甲伊讲，我即摆形体安尼看是身体，对不对？重不重？够不重要？重不重要？好，这个形体要有心思、有魂来支配，是不是安尼？我想要即摆手要安尼动，因为我目睭看到恁有需要。我用我的写出来，到我的肢体语言吼，伫啊动的时会加强你对我即句哦，增加什么印象，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讲用脑去思考，你需要什么？我用目睭看，我的感受，所以我提我家己的内容讲予恁听，了以你马上会感受着讲啊对，你若是我若是无安尼，我直直伫遮。找你讲了，目睭看顶悬，安尼讲，恁马上目睭安怎？对不对？哦，
这是人跟人中间互动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你来到家吼，虽然是痛苦吼，但是我甲你讲，恁是好运呢，恁袂歹呢。头一期你敢知？无电风，无桌啊，无冷气，大家拢讲因迄旁的人是痟的，你敢知？来到这什么拢无，棉被也无啦。天气冷的时，三四个安尼结做伙，起个烧，起烧呢。看到恁有棉被通啊，好通啊加，也佫有电风。哎呀，拄到一个阿弥陀吼，那么好啊呢，遐尼好。我讲恁有啥是足好个，但是问题就是讲，你要珍惜当下你所拥有的。你若是珍惜不珍惜当下拥有的，你以后会怎么样？永远后悔，讲啊，较早我就掠较条条，哦，早知道，我们要清楚，我们来到这里，绝对抛开你的情感，你已经支持摸动，像什么人拢无紧坑边啊，咱爱用咱的脑来去思考，今日来到家，所以这个人伊会坚持，予咱有今仔日这种的机会。这个人为了看到中国破坏他、阻扰他、关他，他发觉这个国家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国家，被关在牢里面，他逃出来，然后从厦门逃到金门。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知道举手。哦，吓你跳哦，是什么人？哎呦，你们怎么知道？哦，你不要给他讲，我有很大的明白。啊、哦，我们知道，他今天经过那过程了，你要了解，这个人是因为面对这种的国家，受到了逼迫，得到，哦，离开了中国，来到那个金门边啊遐，哦，结果结什么？下面台语要来讲。跌牌啊，有机害啦，有碰碰碰碰啦，哈、哦！哎，拍摄吼，我是高山种啦，大家袂使练凳啦，小块会加感冒，无要紧吼。感冒加落安怎？会酸，也过会安怎？会甜点了，安尼出来，呜、哦，足舒服嘛！啊，无要紧，加感冒较好吼。哎、哦，调调安尼较好，哪里给他去这样的哈、哦？所以经过安尼来，哈、哦，到金门的时。迄、那个小朋友袂当到迄个海墘啊，诶，到遐就好。伊哦，这是海呢，无法度啊，无法度过入去。伊马上落来，噗，哦，海到遮来，了土是安怎软？你叮当的时会安怎？会着入去？吼、哦，伊就皮皮颤，惨啊！我要安怎？迄惊吓人到遐的时拢会惊吓，对不对？又拄着暗民风。头前啊，看无物件，但是一个闪烁，就是一个电火啊！吼、哦，海墘一边看的嘛是同款，吼、哦，伊就讲惨啊！我可能差不多准安尼就拜拜啊！啊，有这样的惊吓的时刻，但是一惊吓一定，脚骨会酸，小块会叮当，因为脚骨会冷会酸会叮当，安尼小就刷一个刷一个拄着啥？盖成咧，一边要有反差，啥物物件？海边啊，吼，反登陆有无？有这种的啥物啊？迄条梯啊，安尼吼，插落去就安尼。哦，你足牛呢，你足跳，哎、欸，你要做兵呢？哦，难怪啊！所以安尼来，哎，拄着就插着，一插着的时候啊，有物件，伊想要开遐休困一下，开休困一下，你敢知？插到哦，足痛的！伊马上找伊的手帕垫底啊，垫底安尼开咧吼，哦，足舒服，你敢知？人到遐的时吼，小块的刺穿呐，伊感受着非常的舒服，对不对？伊讲，哎，伊按一下叹息，舒服的时，伊马上看到伊手机啊，也过会闪烁啊，手机啊，伊马上联络因的啊，因的哥哥。联络讲我即马伫遮，状况安怎？联络海防的，安尼来，
到两点钟起来，你看你一个人徛伫遐两点钟会起袂？叫你只徛五分钟看卖，足艰苦的呢，是不是？但是我你爱了解一点，我讲这個意义就是讲，外口足侪足侪无同款的声音嘛，对不对？好，这种的人是在人生的尽头，伊明仔载要安怎，后时间要安怎，都唔知的情形下。惶恐无望、无助的情形之下，伊家己有一种的安怎？一种的什么？啊，刚才是讲啊，许愿。那是我有法度通离开家，伊内底有一个敢若祈祷共款。我那是有法度通离开这搭，我绝对哈、哦、为台湾做代志。一种的心愿，迄个改成有一个光安尼烁一个，安尼细一个。伊有这种的心，望迄个有个心愿的时，啊，无偌久，海防就来找到伊啊。人讲到这的是，这种的人，敢会当敢是为了贪污而来个做咱这种的组织，敢是？敢有可能？有逻辑想看看卖，经过这种的人，已经是五间学校的人，贪钱贪干的人。可以由共产党先破坏，从关起来，分开，得出来，要经过这种人的绝境的时，已经无多的时，好无助无奈的时，可能也是一时的事啊。也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一个许愿，啊，这种的人的动机，我们看看，敢有可能，好讲各第二计划，好。我徛起，我徛伫遮，我若是无死，我绝对来安怎做诈骗集团？敢有可能？有可能无？总共做诈骗集团1000块，敢有够？啊，你有关钱无？对不对？所以足济外口的话拢是白扯，对不对？但是一些人坚持到什么程度？你敢知？每逐天5点半徛伫遐。但你一个学生，一个同学，同心，安来讲，嗨，嗨，我看伊个手也袂酸啊。看到一个人拢安尼，恁这边只食饭，即摆换你食嘛。以前你食，伊嘛是徛伫遐，徛恁食饭饱了，伊开来处理。我捌安尼处理过了，我感觉我脚足酸个呢。伊啊，脚拢袂酸。我看到恁安尼，会早起5点半准时。暗下11点过来困，你看，经过这规定，就这外口的红红雾雾，伊嘛是讲不要理会，不要理会。所以今仔日，你会当来到家，你要感谢这个人，这个人名叫什么？是不是爱感谢？不是你，不是伊，不是伊，咱今仔日就无法度。咱台湾主管那是同款，唔知伫倒啦。所以一来到台湾了，开始就了解台湾整个的问题。伊好加查一时战争法的专家，也破书了解，为战争法了解了时，开始哦，招人来控告美国，对不对？为种行动来控告美国，控告了。美国较知影讲啊，台湾原来是我即马也是占领的所在，所以经过这种规定，予咱今仔日靠在调，然后来到遮，所以将伊花东州、加阮高雄州，也是即马今仔日下面遐足侪车牌，对不对？以前咱的即马身份证有个，哎，着申请身份证的个，笑看卖。好，好，谢谢，袂歹。哦，咱有身份证，但是人讲迄是假的。哦，啊，那玩具啦，迄是摸啊，什么路台北，什么路的楼骹，迄个地下室做的啦。讲地下室做好啊，无要紧啊，你甲我讲啊，地下室伫倒啊，你甲我讲啊，几号嘛？你讲地下室，你最起码你翕相来防看嘛，对不对？爱有证据嘛，结果到尾啊嘛是无证据嘛，所以足侪人讲啊，伊哦，走啊啦。所以做这代志，咱爱去思考。今日咱无袂当用太侪迄落感情去思考这种问题，咱一定爱用咱的头脑。
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去分析、了解，绝对不能用情感。那如果用情感来对咱讲，对这个台湾的主管绝对是无法度通个了解。所以今仔日咱个国家，我撒开，吼，有人讲撒开是要变哪读啦？一届、两届、三届，吼，一届无成功，第二摆阁努力，第三摆安怎？绝对会成功，对不对？这就是阮爸爸好的，吼、哦，无努力绝对袂成功嘛。但是爱经过三摆啦，所以我名叫沙凯，吼、哦，我名叫沙凯，吼、哦，沙凯。来今仔日呢，来到这，哎 ，hello。没有没有一样。来弄一下看看。可能用感情款啊、哦、用感情款。哦 ,OK。用感情啦。啊，这太屌好了，哈，免用感情。用感情嗡嗡嗡会出代志齁。咱绝对是要用心。当我们体会到人生的方向，就这代志，哈、哦，为人的家是朴素，为了一生，为人做生意，是不是安喏？啊，是不是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咱台湾？但是每一个人的感觉跟触点拢不尴尬，拢不同款。所以我们今知道说，我们怎么去体会人生的一个方向？很多时候，足济时间，尤其是少年的。当妈妈要跟我弟弟时，妈妈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年轻人不会感觉他的存在。妈妈讲几句，伊就感觉足讨厌。恁这老人有影足安啦，哦。但有一天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会盖着棉被掉眼泪。妈妈，我们这个人为什么在当下，并没有去注意到你触边、左边、右边上面的感触？为什么没有办法感触到你妈妈存在那个温馨的感觉？当妈妈离开的时候，妈，对不起，来得及吗？你看，足济人妈妈离开了，目屎流噶，这样 OK 吗？妈妈得到安慰吗？我们很多的时候错失了享受拥有母亲的时刻。同样，我们失去了台湾的主权，我们已经被毒素毒到拢无感觉。所以政府对人民没有感觉，人民对政府也不没有感觉，是说啊，我安尼就好啦，安于现状，安于什么？安于是脚也麻，手也麻，脑也麻，嘴也麻啦，对不对？什么都麻啦，没有感觉，无感。好，所以我们没有常常失去了，而且呢，也不会懂得如何去陪着你妈妈，陪着你爸爸，只不断的用琐碎的事情来搅扰他。啊，然后让父母亲生气啊！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不断拿过去跟未来的事情烦他，不曾好好与他在当下彼此的分享。所以台湾的教育造成今天台湾年轻人已经是无感，又是冷感，没有感觉。我看到台湾，你看咱这一条捷运的一条地铁的时，大家拢安怎？关台的什么人？但是观察到尾啊吼，老人嘛开始学安尼，哦，头发白白安尼，安尼呢，拢是低头族，我也感觉讲啊，拢无望啊，惨啊，人拢是无望啊，唔敢安怎，不敢抬头，因为他一看会惊吓，无未来，对不对？是不是安尼？可怜悲哀的台湾人，所以因为即马太济。在太姐用感情，而且说不清的特殊性，我们总是会矛盾的标准来，行这个什么彼此之间的一些事情的对待。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能跨界代际也行。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抛开这种想法跟情感，因为情感它会模糊。就像现在很多的男女朋友啊，当不当的说，哎，你爱我吗？今天。在座的吼，十八个人啊，那是讲到即马，有向恁太太讲，老婆，我爱你，个手看麦，有无？
后壁改成有一个人哦，拿一半就看不拢无人，伊把人收起来，伊足假的呢。吼、哦，我甲伊讲，恁老婆敢有伫边啊？有无？无吼。恁老婆一比啊，我相信把我都了夹起来。你看咱查甫人敢若靠一支嘴尔，莫怪查某讲你查甫人敢若靠一支嘴尔，对不对？阿 Miss 是不是？你哎，台语会使啦吼，还可以啦吼，即马刚刚去说。啊，不要呢！我讲你叫什么名？伊讲不要呢，伊讲不要了。啊，你讲不要了。啊，哎，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常常我们很难取口，这个人哦就怪，这是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事情，若是不用头用脑去思考，哇，很多事情面临来到事情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怎么样？会啊，用我们的心思造成莽撞的一个局面。造成不能收拾的局面，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说勇敢说出我是 Sakai， 我是，我就是架杠的一个本土台湾人。啊，我们反过来，我们也很少用理性了解台湾的主权，所以因此，我咱伫外口的时，别人讲你是什么人？我不是了，我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呢、啊。啊，足济人讲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啊，咱中国人，这个台湾人，这种的变形，我们已经是模糊了，你知道吗？唔知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我请问你，恁是虾米人？敢有影？嘉港是本土台湾人吗？你会当证明给我看？有哦，啊？户口投本给你，给我看。顶冠写什么？顶冠写什么？欸，你捌听过搁这故事，所以讲，那复习日记时代的这个户口誊本，对不对？那身份证哈，有人讲我是台湾人，我稍等来讲，足多人拢是安尼，我是台湾人，你敢有法度证明？帅哥，你能证明吗？我拄啊看吼，安怎看？你介绍迄个蒋介石呢？你站起来，红看一下，看麦。你站一下，你站一下，你站起来，你就是你，你站起来，你站起来，给他们看。哇，你像不像？你知道吗？那年轻的时候哈，卷发名贵，贵啊，哈。你讲安怎呢？下面人的主意、含义、海我统一新言念，你看这一数，你讲的对不对？你忘掉了？你不是蒋介石吗？哎呦，三民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对不对？下面人的主意、含义、海我统一新言念，有没有？你还记得吗？预备记啊！所以呢，很多因素，我们必须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告诉任何人，我就是台湾人，我就是本土台湾人。敢讲的举手，假讲的吗？好，你站起来，你站起来，站起来，向后边看。啊，恁后边面顶当大家，迄、那个镜头拢会当看，来向全世界的人讲，大声讲哦。全世界有人敢看，敢恁看哦！来，大声讲，我连续三拜拜七，我是本土台湾人。好，谢谢，掌声给自己鼓励。啊，足济，你们看这世界的迄、那个啊 video 哈，这是全世界的。捌伫网络看恁无？吼、哦，对不对？这是直播的呢。足济外国来的，今日有外国来无？国外有。帅哥，笑眯眯，你是哪一国？哎呀，中国，嘿嘿，是不是？你是哪一国？你有国吗？台湾有国吗？我们是无国，对不对？所以今日来到家，我们就发现我们如何去成为。那要经过过程，
要经过过程。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什么勇敢，而是谦卑。往往就是因为你造成了许多模糊，造成许多不就是没有谦虚的感觉，所以很多事情在处理事事去妥协，或者说要去要求别人要你怎么去做，你往往在那里委曲求全，很像你不敢讲你内心的话语。这个就是流亡政府给你我的教义，到说一笔料，你不敢去承认你自己，这跟勇敢无关呢。你这个问题是说，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卑微，有很多说，我当我得着以后，这人是不是马上就骄傲起来，对不对？很多状况也是如此，很多状况使得我们失去了应有的。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给来广工，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了解？当然，从情感方面，我们必须要独断的，要常常有时候呢，给自己讲说，我今天来看台湾的主权，我必须回到这个清楚的思路，然后从头脑里面去思考，我不要用情感去模糊整个未来的一个状态。当我们今天来到说，我要认识台湾的主权，我必须从法理的论述，对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以往的感情，我说我是支持民进党的，所以来到这里不行的，我不行的，我现在还我是民进党的。好，上次我有一次我们的同胞，当我提到说，你看这个国旗，美国国旗，你看这个是日本国旗，你看台湾民政府，他马上怎么说呢？你们真的是很倒霉呢，不，你们真是很过分呢。中华民国给你教育那么久了。那一种情，那个情感的流露，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欺负中华民国？但是我就马上回答他说：“好，我请问一下，妈妈几岁了？推的轮椅，他有没有福利？你所谓的中华民国有没有给他扶持？有没有给他福利？”他想想，没有啊。那现在他说有了3000块钱。好，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才有3000块？什么时候？阿扁执政的时候，对不对？他那个时候顾念到台湾的需求，但是流亡政府有顾念到你吗？老欧啊，有没有？老欧啊，各位话者，班级班教哈，拢有嘛？但是你阿公阿嬷有无？无吗？有啦，我看你的面都改成有呢，有无？你看，咱伫外口。看捡粪扫有偌足侪人吼，迄是虾米人？捡粪扫的，捡诶抓帮的，捡迄个啥？捡囡仔的是虾米人？那是毋是本土台湾人？是毋是？所以，迄个老外敢有？会知时啊，我透早起来，我拄到一个欧巴桑，伫遐塞车，吼，足大足大的一个俩开成俩架。两链呢，还往杀的。一个老人呢，也阁看到一个和尚嘛，你看，就干那看未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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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人？这是本土台湾人呢。为什么本土台湾人都应该安呢？为什么？咱的阿公阿嬷，会透早巡田，练自己的时，伊嘛同款安怎？了去帮伊领水，脚入去的时嘛擦一下，领一下。迄就是本土台湾人，恁阿公阿嬷呢？这嘛是政治的领域呢？中华民国不将咱成为一个人，所以看到高山族，我把你当成人看，对不对？再来讲，我还教育你，这是什么政府啊？无感，是不是足侪抗议？有无？结果呢？淡定。那是恁家的代志，甲伊无任何的关系。咱台湾人啊，咱台湾人啊，
往往你的嘴所讲的讲，我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你家己无法度了解你是虾米人，所以说得到的结果，我是迄个中国讲好解啦。咱今日也决策来了解，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啊。必须好好的用我们的这个脑筋去思考，回到法理的论述，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张开眼睛去看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很多台湾的问题，我们也不敢去面对。咱无多，咱唔敢，因为我不愿意去看这些问题。尽管有代志，咱就惊惊。那今日来到这，隔壁的人讲安怎？哎，小心呢，对岸呢。做生意安怎讲？较敏感啦、啊，阮做生意较敏感啦、啊，对不对？所以咱来到这了解了整个问题，整个问题的时候，这是啥？隔壁嘿，是不是可怕的一群？根本都没有用啦，对不对？我们了解当下，我那个咱明仔中午那里高级班的时，我上过高级班的牙唱。阿妈足济呢吼，高级班的时，是咪中国吼情报讲的时，咱就了解啊，对岸的整个情报，发觉伊也无虾米物件，所以我们不需要产生啊，对我们有防，就是有一个威胁。当一个威胁不是我们台湾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美国常常不是在讲吗？现在要解决台湾的问题，绝对不能用什么。武力也威胁的字眼，必须采用什么国际法，对不对？这几年来拢是什么安尼？噶这两当，中国搞目的讲台湾同胞，有无？现在中国不再说台湾同胞，说什么台湾人民？为什么？从台湾民政府，从回到法理的论述去谈到台湾主权的时候，起码伊唔敢个讲台湾同胞了。那经过这两次，但三次到日本去，现在日本也开始倒戈，开始修宪，开始要效忠天皇，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天皇的什么？所以他们是日本的什么？国民。所以两个想加起来，哪一个比较大？成名比较大嘛。当他们发现引发各种的问题时，哎呀，足可怕的。原来台湾那旁的人是天罗黑看的修命，哇！他说不得了啊，太兴难了，所以马上就开始要安怎倒戈，马上要修宪，对不对？要效忠这个天皇，为的嘛，以后若不努力，他们就完蛋了。看到咱的是兄哥你好，哈阿哥你好，因为我们比他们大。所以整个环境改变之后呢，我们了解到，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用脑思考，台湾目前所面临的主权问题究竟是什么？台湾与日本这个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目前台湾的现状是什么？今天我们来看，目前台湾所面临的主权问题。那台湾现在是台湾国吗？不是。那台湾的现状是什么？大声讲，日本帝国现在是日属什么？日属美占。因为主权今天是谁占领的？那拥有权是谁？我们必须要了解。但是这个是不是用感情来去了解的？必须回到什么法理的论述，是不是？所以台湾与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关系是密切的嘛，对不对？有没有人说不是天皇，你们要归天皇的吗？上次我播了一个这个日本王冠龙 Kiki 不能喜欢玩的这几年啊精致片，好伟人公，你们这些人混蛋，怎么要去抱日本天皇的大腿啊？你呢所以看看他们那些来的也闹的东西，存下面东西毒，这些人都是用情感来污蔑你。但是我们必须回到法理论时看见啊，原来跟日本的关系是有原因的，
又不是无原因的。所以我们目前台湾的现状是什么呢？日熟美空，对不对？是日熟美战，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我们必须了解台湾民政府 DCG 是什么组织。有人知不？我们大声的念来。民政府是以什么国际战争法，大声，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旧金山，有两次了哈，啊，对不起，啊，对，弄错了这个。好，台湾澎湖主要的占领全国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怎么样？美国军事政府 USNG 协助成立什么合法的组织？啊，是协助成立，我们今天是合法的组织，所以也是合法能治理台湾之民政组织。它是台独的吗？啊，是台独吗？不是嘛？不是台独的组织，它是一个未主张过台湾独立。所以台湾民政府从来没有主张过台湾独立，对不对？台湾能够独立吗？为什么？还是要经过什么？美国点头嘛。那美国点头的时候还能独立吗？还要经过谁？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经过这几个过程？我们才有机会，才有希望嘛。这两个过程忽略掉了，你能够做这些台湾独立吗？不可能嘛，所以我们牌照一挂了，那个在许多的台独啊独立派的那些说什么，你们那个牌子算什么啊？警察绝对会抓的。你看我们这个台湾啊什么独立国委员会，他们有一个车牌嘛，一车牌到处被警察拦截，也开红单。他说我们的被人家开那个什么开红单，我不相信你们红牌也会开那个会被开红单的了，不也会被取缔的。他说他会被取缔，结果呢我们开过了那么久，警察一看呢就这样走了。好，我们高雄哈，上次在走云一个庙，他办了一些说明会，办完说明会有人就报警，哈，报警警察马上骑到边来，呜，一排，伊遐停落时吼，头前有一台车是红牌，一看到吼，马上安尼看，就向遐边看呢，向伊边看，阮的主任马上来的时，佮袂翕相机要翕袂时，伊马上走，走隔壁迄间角角遐，佮看到，看到人安尼来，伊佮走，哎，奇怪，警察要来查，要来问，伊就啊大胆问就好了嘛。伊安尼一摆动了了，看到红牌车，马上歪头呢。你看看，警察也知道这是他管不到，他回头，刚才阮迄个主任要翕相的时候，马上走。这表示什么？这说明什么？因为红色的牌子是美国军事政府的许可下核发出来的，所以美国军事政府是流亡政府是管不到的，哦，是管不到的。我们是合法而且能治理台湾的，哦，所以呢在这里说明台湾 民政府是台独的组织吗？我们问了问号的时候，我们问问自己，我请问一下，是台独的 组织的几首？我想都不会嘛，所以呢，这个不是台独组织，从来未主张过台独。而既然不是台独组织，那请问 DCG 到底在主张什么？有人知道吗 ？DCG 在主张什么 ？DCG 在主张法理台湾唯一的路，哈，它是什么？唯一的路是什么？日属美战，法理台湾，日属美战，法理是台湾唯一的路，除了法理以外没有别的路。有没有别的路？有的告诉我一下吗？阿 Miss 有没有？
阿外没有，阿外是没有。哦，有啦，导不棍就有啦，去往一就有一条路啦。啊、哦，不可能哈、哦，没有别的路，唯有法理。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这边就有四个主张。啊、哦，这个主张，我们有时候可能常常去看。第一个要遵守什么？我们一起念。包含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哦。然后 B 呢？我们不使用什么或，但促使各方法使什么？是不是用不用感情？不用嘛。啊、哦，然后对第四呢？对中华民国怎么样？推动事务，我们要不要跟他合作？当问我那个牌子的时候，我们说对不起，你没有权去管这个这些，因为这是哦美国军事政府。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很清楚的，这三项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的了解。所以第七级主张，根据万国公法，有数据，有年，有月，有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呢，在1895年日清马关条约称之为什么？下关条约。所以大清帝国大皇帝将台湾以台湾周边的什么列岛，如澎湖以下称为台湾，永远怎么样给谁？直到什么今天，对不对？好、哦，这个就是一个啊，外国所定的，直到今天，台湾是啊，这是日本天皇所拥有的。所以呢，1945年的4月1号，由裕仁天皇下诏书，然后怎么样，正式的赋予台湾著名有什么参政权，然后呢参战权，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所以来完成国土转变作为国际法的程序，配合严禁首相，这个首相来同化论，以行内地延长这个政治的工程。所以在这里呢，使台湾在万国公法之架构内，就成为日本神圣怎么样国土之一部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根据这个万国公法？不是用感情，我们必须切记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必须要回到法理的论述，才能够清楚明白台湾的主权。所以1952年因为大亚东战争战争的时期战争的时期日本战败签署什么旧金山合约，然后呢美国是战争者，他是征服者他拥有对台湾的什么占领权。所以你流亡的中国殖民政权，他代替了美军占领台湾，直到今天那日本政府被迫放弃什么台湾的管辖。所以前首相这个吉田茂称着日本政府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放弃什么台湾的主权权利。然后因此日本天皇仍然怎么样是由台湾，也是台湾主权的所有权人，是不是？这边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第七集主张日本天皇还有主台湾的什么主权。那台湾人要到底是不是要回归日本统治吗？那今天是主权，我们看到是日本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归到这个日本？这个问题我们来再思考，因为台湾人先要找回什么的所在，好，然后尊重主权能怎么样？自治建国必须要经过过程，自治建国若没有经过前面这一条，我们能建什么国？对不对？我们没有根据，我们不能。所以呢，没有定规，天皇同时拥有几个国家嘛？就如我那个大英，这个
大英国协，它共有多少？54个自主国家来效忠什么？所以日本也 OK 嘛，是不是这样子？哦，它也可以啊。所以未来的台湾呢、啊，在天皇的主权之下，可以和日本是怎么样平起平坐，来成为正常的国家，也借此呢，就让这个洗脑教育我们的这些离开怎么样台湾。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不与他合作，不要跟他顶撞，我们用法理就可以一步一步让他离开了台湾。我们必须要用心，身为台湾人的你，你必须从法理有这么清楚的了解之后，才能成明白原来唯有这一条路才能够使台湾现在那个恶毒阿爸的流亡政府离开台湾。我们若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就很难让更多的人知道啊，究竟如何才能使我们得到更安逸的环境。所以为何第七集所提到的战争法我们没有听过？在这里还有没有人还没有听过战争法的举手？大家都听过了，对不对？啊，战争法到底是什么呢？战争法共有什么？4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来，我们的女同事女同心们呢，一起来大声的念。第一，好，来，战争的事情。好，男同心，来，第二，第三，女同心。好，第四，男同心。2000多条，啊，3000多条，啊，第五，以上就是构成战争法，其中还要加入什么惯例法？哈、哦，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慢慢的去看、去了解何谓占领。A， 所谓的占领，并不需要派兵去占领被征服者土地。这个叫做什么？占领。占领是压制的行为，只要被占领区顺从占领者就可以了。甚至于被占领区如果拥有民政府组织，他在自律自卫的这个需求之下，他还可以开放民政府拥有有限的武力，好，如民兵组织一样，好，有民兵组织一样。所以有些人称呐、啊，台湾从来没有 USAG 存在，NG 存在。事实上 ，USMG 一直是怎么样，没有离开过台湾。你还很明确的要告诉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任务需要人多寡而已。你知道吗？随时台湾有状况，这个航空母舰就怎么样，会靠近了嘛？是不是？况且占领日本就等于占领台湾，因为美国所占领的日本一直以来都包括什么？台湾。因为台湾主权所有权人是谁？日本嘛。所以跟他是有没有密切的关系？有，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当年上岸直接占领台湾的军种是哪一国？日本吗？中国吗？美国嘛，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所以呢，68年来跟我们没关系，好，无关于台湾人的事情。我们常常迷糊，对号入座，我们常常迷糊，该是我们的事情、啊、对号入座，被欺压了，被欺骗了、啊、被欺骗了，就产生社会，产生台湾的社会，产生了什么？这是什么症状？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知道的举手。雅庆，哦，来介绍一下，是安怎？是什么状况？来，我所在啊，就是一个 Stockholm 吼、嗯，有一个那个强盗集团啦、啊，啊，去人抢人的厝啦，嗯，啊，抢了我们来判刑吼，啊，伊咧伊。在内底，那像伊左镜，也去看怎啊三
发生感情就对啦。啊，到这因这祖囝，怎来否定讲这个功，诶，怎来承认这个功德无做啦？这种话用迄个同情，这种感情无正确的看来看这个代志啦。我所在的时间，唔知是对唔对？来，掌声鼓励。这是是不是这种的症状？即马台湾人拢差不多得到这种的症状，哦，侮辱你、欺压你、占有你，结果呢？无啦，他不是啦。啊，就阮你高小组说，你怎么欺负？哦，他给我们教育，哦，这里请求了一段讲的哈，有新闻报道就多吗？爷爷性侵了他的孙女，有没有？啊，然后呢，孙女请求大人呢、啊？啊，唔当不要管我的爷爷啦，那个心里很奇怪哈、哦，他欺压你，欺负你了，还求情，这种就是有症状、有状况的。很多台湾人他失脑失症，哎，他已经失去了失脑跟失智，他活出来不是正常人所说出的话、做出的事情，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他不知道，应灾，哈、哦，所以受虐者。对于这个施虐者产生了怎么样？主男，怎么称呼你？啊、蔡医师吗？啊、蔡先生哈、哦，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啊，产生了崇拜，他欺负我们，我们还是崇拜他呢。哇，他不得了呢。啊，咱一讲，主管这种你回答这几回，人去这边，改成我讲中华民国，你是不是就感觉改成足迄类吼？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可怜就悲哀的台湾人，哎呦，中华民国感觉以前拢是安尼啊，他欺负我们，我们还说哇中华民国。你看我们台湾高沙族的土地五年没有去耕呐、啊，修那个耕作啊，我五年呢、啊、他就留为当然是中华民国所拥有，所以我的土地愈来愈少，原因就是安尼啊。所以呢，我们。他还会崇拜他，不仅崇拜，还要认同他。我想大多数正常的人啊，但我们正常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想不通啊，就会觉得他们不是有问题，还是笑啊？可能是安尼，哎，这就是咱的，你敢知？咱你听伟人讲，无啦，他没有欺负我们呐。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拥有这样的一个显出，然而这些现象并不是偶发的，而这个现象经过这一个这个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台湾较普遍的。国民党这么侮辱你啊，你看你现在侮辱了了，要去控监，把人安怎讲？把有没有回应你？完全不理你，完全不把你当成人看，是不是？这个叫称之什么？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台湾人的悲哀呀、啊。今天台湾人悲哀，我们看见了这个常常有一个矛盾哈、啊。我们讲讲，你是中国人吗？你敢是中国人？你也要回答，大声说。我不是中国人，但是很多的状况啊，在你看看，在救火的时候，他提的什么？油。哦，短哈，一桶油，汽油，马上去救火，可不可怕？哦，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吴杰林报道工哈，谁把毒蛇放在我的棉被里面？所以去救人，结果是放那个啥毒蛇。哦，要去救火，结果是提了汽油桶进去。这种人，他若是无知啊，我没有正确的认知或者知识的人，这个就是一个什么？狼子野心呢、啊？黑大地呀，狼这个狼，他是这个性格，我们要是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去解说他，根本没有人性，也不把你当成人看，救人还加害于他，完全违背人应有的这个个性。所以美国那个兰德公司啊，他对中国人的评估啊
啊，评价是什么？第一个，中国人像迷失的狗。啊，他是一个迷失的狗。第二，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的责任感。今天中国人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仍然是重要的话，他不会对这个老百姓是这样的一种凄惨。啊，中国人不了解他们。 作为社会的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有承担责任和义务。他并没有，拢无去种的熟客，都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别安诺，嘿，东西领导一代机。所以我们看见中国人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法治的社会，对不对？今天在台湾的流亡政府，它是法治是假象的，啊。 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跟手法的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是安怎？你看看哈，很多中国人哈，你画一条线，拉一条绳子，说此路有问题，这边要去画一个绳子。美国人哈，日本人跟美国人一进去啊，哦，他那不能走，中国人的无啦，咱来去看卖啦，啊，各位比，咱今嘛台湾人嘛就这样的哈，对不对？ 无了，应该无问题啦，行起来，是不是安尼？我们都是因为教育失败所造成的。你看三一一的时候，巴肚枵到要死，为了要喝一杯水，你看看日本那种的排队的精神，对不对？枵到要死，等个等了一落去，昏落去，啊，无人去抢。哦，开车还是一样啊，大家都要倒啊。 但是那个秩序，全世界都非常感动。台湾人敢是安尼？我甲伊讲，咱早期的阿公阿嬷嘛是共款安尼咧，白手无铁门，暗时免锁，嘛足困得足好，对不对？因为治安非常的好，是啥物人的教育？日本天皇的教育嘛，是不是？咱有这个本质啊。 不是无咱有，但是经过这流氓政府、阿败教育，和放毒，和人类脑袋底拢是毒气，所以咱嘛是甲伊差不多共款，爱了解，啊，我们常常有这种思维，所以矛盾啊，咱起码是咪足些矛盾呢？哦，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你看哈。 咱是平平常时哦，尤其是咱种代志啊，阮咱中国人，咱拢是加迄种咱中国，咱中国今仔个状况，台湾是安怎安怎，拢是加顺这很顺口很顺溜啊，咱是其实咱无了用心了解，你是否是中国人？ 我们要有一个点，你是否是中国人？请问各位是不是？要明确说不是，很肯定说不是啊、哦。但是呢，很多给我们看见答案，你一定是中国人，因为你的脑里面脱不开、洗不干净的那个毒素都在你中国的因素都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现在。 以身份证来验证你是在持有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明这个文件中写什么？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对不对？而中华民国的官方这个文叫做什么？The people of 什么？天哪，请问呢？哈，这个 of 呢？ of 的字后面接的是什么？是什么？中国，对不对？这个中国中文叫做这个天哪，中这个叫做中国。所以呢，我们确确实实是中国人。可是今天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称为是台湾人？因为我们现在所持有的身份证，直到身份证背后的角角那边有什么？ 多说你们都是黑人，你看我为只看拢是黑人，比我较黑，你敢知？相不相信？你们是黑人，认识你们是黑人的举手。
哎呦，没有人哦，拿你们身份证翻到后面，看到上脚下有密码，你没有发现过？那个记号说你是黑奴，我讲黑人都是黑奴，你知道吗？你后右脚下哈，上面那边有字不？有没有字？最角角，你要斜看，那个后面对，你要斜的看一下，有没有？你去看看那几个白色的没有色泽的那个印落这一些字，那就证明我们这边有一个暗器，告诉我们，你那个翻页好快，这里看你一来对呀，有无？等一下，我慢慢的教你，你去看一下，那边都有一个号码，那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所以告诉你几号到几号就是黑奴，我们都是黑奴，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看中国人，美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有中国的看法，一个中国的原则，政策或者主张，国际间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解释。它有三种的看法，啊，这三种看法，第一个，我们看这个中国的看法，中国的看法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什么？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是谁的看法？中国的看法。那美国的看法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两岸中国是让美国得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是目前美国的看法。啊，然后他说，流亡中国政府在什么台北？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民进党的看法是什么一样的？说什么？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今天民进党也是这样的看法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台湾民政府的看法。今天台湾民政府的看法是说，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中华民国，都是中国人。好，这国际间只有一个中国，它就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台湾是什么？中国是？两者呢？对呀。我们要跟人家讲，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人人 conquer 奈，知道意思吗？人人 conquer 奈，完全没有关系的啦。好，人人 conquer 奈，我们一起来念来，就是背起来，人人 conquer 奈，台湾跟中国人人 conquer 奈，对不对？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人人 conquer 奈，你要跟人家讲人人 conquer 奈。他说你怎么会讲日本话？我当然是会啊，我是日本人啊，啊，对不对？啊？哪里不好？是不是？人人 conquer 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关联。所以以国际法中国家构成要件，国家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要件？台湾。根本不是国家，是国家吗？要构成国家的要件是怎么样？因为台湾是缺乏法定的人民，缺乏法定的领土，政府以外交，它只是美国持续占领土地，对不对？所以它不构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嘛，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中华民国也是被中国共产党战败之后，国共，你们知道哈，国共战争，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是屡战怎么样？屡败，到末了怎么样？得嘛，所以他流亡在哪里？台北。有人说他攻打台湾，以前攻打台湾是谁攻打的？谁？中国吗？谁？美国嘛，哈，刚才讲美国，对不对？所以呢？他流亡在那是战败的时候，他是 SOS 求救才能够来到了台北，
所以呢，流亡政府在台北，他现在他的国界，他所有土地只剩金门、马祖这个地方呢，还尚待决定啊、确定这个国家。这两者都不是国际中具有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的什么国际人格，当然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新国兴国38年啊，流亡几年啊？65年啊 ，BI 对不对？要流亡38年，流亡政府嘛。啊，这边来读，台语边来读，大声读一下，看麦。丁俗的台湾人啊，足球安怎？世界上富有的。东山安怎？骗术政治，对不对？所以呢，你讲点俗的台湾人，啊，伊也错变成个造就了世界最有钱的呢，是安怎？这拢是台湾人所想的呢，对不对？可来悲哀呀，啊，是不是？啊，最恶劣变那个骗术的这个政治。但是也够足济人，大干呐，底下后用，然后在那复印啊，讲安怎？我是台湾人，也是安怎？嘛是中国人，哦，给中华民国有一些的空间呐，啊，今天何卡在？法理论述崛起了，啊，崛起了，法理论述崛起，我们更应该知道，今天法理论述崛起，让我们看到有一束光。进来，我们更要了解，因为咱是想讲，我们常常如此称，咱久而的称我们自己哈，称我们是安怎大声讲？我不相信。你讲我是台湾人，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咱嘴是安尼讲对不对？但是你看，咱靠。我们的口里说出“咱是台湾人”，但是你手中提什么？中华民国的什么？身份证，对不对？哦，身份证哈，也过来来提什么？中华民国的钱，但是咱的讲，咱是新台币呢。啊，顶管写什么？悲哀呀，悲惨的恁这哩，看到面拢同款悲惨。说你是台湾人，结果你手中拢是刻下，可怜呐、啊，哈、哦，哦，这是啥物？有人知影这色字是属啥物？有人知无？啊，有人讲吼、哦，咱的色字足水的呢，那、啊、啥物色？啊，绿色的对不对？啊，你敢知绿色是啥物？国际内底绿色是啥物？国际护照变色。绿色是属流亡政府的，您这就是流亡政府啊！讲什么台湾是咱的国家，悲惨啊，对不对？你去小国的，你去入边爱什么，坑什么钱，他会当帮你入边，对不对？伊就知影你是流亡政府嘛，你是流亡国家嘛，你啊你啊求你哦，我们的 passport 都漂亮哎，对不对？可怜悲哀的，所以吼、哦，咱讲的。咱是台湾人，手所提拢是中华民国的。咱爱觉醒，爱了解，今日来到这，咱就是经过这种课，咱个进一步了解，咱正讲是台湾人。可惜，咱即嘛，哈、哦，咱拢按你走整个这个逻辑来看的哈、哦，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这一些事情都是歪理的哈、哦，所以我们进一步要了解到。啊、哦，咱都要讲诶，编组暗码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啊、哦，有看到了哈、哦，这个叫什么？奴役。黑人是什么？以前黑人都是做什么？对呀、啊，所以恁拢是黑人，比我少开卡黑，你知无？啊、咱拢是黑人，今日较知影对不对？所以他已经有。这个密码知道你是谁，你是谁，人家都有一个暗记在了，
所以咱悲哀的台湾人无了解，啊，爱用心去了解，哈。所以从这个《马关条约》里面，啊，证明从1895年的5月8号下关条约开始，啊，这个天皇对皇帝签署的合约，哈。从这里都是一个根据，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对啊。这一个归属跟主权就会有就会清楚，因为这里说到永远让日本割让给日本，啊，然后在第三条里面全岛台湾全岛附这个附属的岛屿，这讲得很清楚啊，这不是咱白插的，咱不是黑白讲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更应该知道台湾民政府的光明列车来到了。这光明列车啊，有行无？啊，有火车头，对不对？高沙委员会成立了，对不对？高雄州也像，我看麦，哇，蛮袂少呢。台南州呢？哦，台南州唯一的代表，哦，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加强啊！啊，台中所以爱国加强吼，爱国加强。那台中州呢？哦，蛮好，四个月啊。哦好，那新竹州呢？啊、哦，马北州哈。好，台北州呢？啊、哦、好。然后呢，宜花东州呢？啊好。安尼来完成的这个精神的组织，然后最主要，咱要做什么？赶出流亡的政府，对不对？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论述。我们有火车头，它固然有动力。但是没有法理作为我们的轨迹的话呢，它也黑白走，对不对？还好我们有法理论述成为我们的两个双轨，让我们有既定的方向，不偏不倚，达到完成任务，把这个流亡政府把它踢出去，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这项的任务，因为未来的机会掌握在你我的手里，因此我们就能够脱离政治的领域，是不是安呢？啊，有人说我哪里我没有感受到耶？可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不是政治的另一？因为他知道你无能啊，他知道你无吹无法多他讲啊，所以你还是陷入在政治的另一中啊。所以悲哀台湾人，所以台湾民政府应得他使我们脱离了台这个政治的另一，然后进入能够减轻了我们生活的负担。你知道吗？高沙族的这个收入。它叫做一高一低三高，什么叫做一低三高？知道吗？知道的举手，有没有人知道？哇、哦，很厉害，你很聪明的嘞，你什么都给他知道，军中的事你也知道，军中的代志你嘛知，高山族你嘛知，哎呀，不简单，台湾人，啊，你嘛是高山族哦，哦吧哦吧，那是拍字的啦，我心嘛哦，你看。哈哈，啊，所以呢，这个一低三高，收入低，你讲诶，生活消费高，哦，咱一趟诶，迄条啥 gas， 迄条瓦斯，瓦这，起来瓦这，800嘛，到遐千二呢，到顶个山顶千二呢，哎，运费啊，啊、哦，一斤诶肉到遐瓦这，所以你看。高八嘛是相关的，都讲顶关嘛是对啊，迄拢是安尼。也过来，你有一斤的，一斤肉，纯讲偌济，即马一斤肉一斤偌济，到遐就是算背就对啦。哦，所以呢，我感觉讲啊，悲哀啊，可怜呐、啊，是不是？我们为了减轻我们的生活环境，台湾民政府绝对会为我们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你知道吗？有一摆啊，迄条骂。有迄条啥，飞溜迄个吼，去阮迄条啥高山族，啊，高山看迄条山地门遐，毋是有一带有一处啊，啊，去伊坐伫遐讲安怎，吼、哦，盖显普罗旺斯，你敢猜？有无？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消息？阮迄条高山族山迄条山地门遐，有人去迄条讲啊，哎、欸，那个马局长要来了。哦，我的头，因为头目吼、哦，马上摆一个头目的椅子摆地啊，了花盆拢安尼摆落哦，摆
摆落的时，啊，卖人到入边的时，伊就坐伫遐，坐，安尼坐咧，安尼看看的时，伊讲安怎？吼、哦，我在普罗旺斯，你敢在有人知影普罗旺斯伫倒？大声讲，大声一点，啊，法国对不对？普罗旺斯是几啊界花呢？哦，结果马英九坐伫遐，变成刚才两三四盆的那个花，就讲普罗旺斯骗笑哎，对不对 ？OK， 不懂。哎呦，总统来到这里是普罗旺斯，什么叫做普罗旺斯？我不知道。这样的，台湾主席我不知道，啊，所以台湾民政府会提升你的生活，让改造我们的这个，他会去造镇，避暑六宫，咱来造镇，造镇每当桥贵一百万人，生活品质提高。啊、哦，以花东到台东，全台绕一周，能当的处理后水啊，能当要建那个哈、哦，像德国都是高挑的那个桥墩，它不是挖山嘛，对不对？啊，那安全又可靠，是不是啊？那不是像五羊哦，五羊那是偷工减料啊，减料哦，啊，你嘛用料红胎来的，啊，必亏啊，而且流氓借户也借住，因为碳基碳干嘛？啊，必须就讲能当的解决台湾的问题，你知无？那以后大家拢带个足好，你敢知？老人年金偌济？老人年金多少？什么三千五？台湾民政府执政了以后，你老人年金多少？800跟1200的美金，就多少钱？你知道吗？他说3万多块，好不好？你要说哪么好？哎，社会会不会比他们好？你现在才3000多块，3000多块可以不可以出国？不可以嘛？咱今嘛那是讲老人3万几块，我跟你讲，咱招招好唔好？好，执政以后咱招招的，咱来去普罗旺斯看卖，切地下讲好普罗旺斯，对不对？我你好啊，好造镇，你看恁囝免烦恼。多少年工普罗旺斯在法国，你知道吗？你满18岁，都有什么一栋什么？男子，嘿，我多给你一个不行吗？你有房子，你还会烦恼啊？对不对？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的空屋率空屋瓦解，你敢在？哦，我250万以上啦。黑的是一群啊，底下既得利益的那种的哦，财团加政府底下夹的嘛，所以咧变成少年人唔敢啊啦，没有没有钱买房子？看到那人家是1坪1000万，对不对？人敢有才调？那年轻人敢不敢结婚？帅哥，你敢不敢结婚？22K 敢不敢结婚？结了婚的举手。我说年轻人，那敢不敢生孩子？不敢呐、啊，22K 怎么生？对不对？几干爹大，老公没有钱呐、啊，没有钱晚上不来啦，对不对？是不是？都悲哀呢，我悲哀你敢在？所以少年人唔敢娶某，唔敢生囝。原因在哪？本色政府，让恁这种的无帮嘛，对不对？现在少年人来到这参加了，你未来是非常好，免惊吓，要洗偌济你讲。高山族的你伫遐偷笑，吼，我们很好的呢。这个什么，秘书长有在交代。马上有足侪人讲的呢，年轻人来上课，你以后要生几个小孩，目睭个大绿，嘴个直长长，要生几个？他说：“我告诉你，我要生12个，你知道吗？”他那么可能？他讲的，伊都安尼讲啊。喂，台湾民政府今天上课，那个秘书长告诉我，生一个100万。哎呀，那个老人说：“那么好，我也要去上课，这样的。”你老人上课，但是没生，
没有关系，我属那山呀。所以呢，这种的福利让人家都是高兴微笑，对不对？是不是上好？现在咱都是有帮的，所以咱经过这种的过程了，我们提升了生活，我们就营造生活的环境，会当出去佚佗，难免烦恼，咱子孙伫厝，啊无厝，你也免那叫啥？夜班啊做，日班啊做，足可怜足悲哀，对不对？那种民主，那种国家，将来的生活是一个 top 的生活。我们所要的，我们所向往，就是如此。所以本土台湾人，这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了解到，像奥巴马也讲过了哈，像这个那个鲍尔他说过，台湾不是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他讲得很清楚了嘛。我们必须要觉醒。连这个是谁？希拉蕊，他就觉得很懊恼。连台湾人，我们要叫悲哀呢。他在报告当中，台湾的问题很遗憾，是由于台湾政党选举操弄，台湾人自己完全不了解台湾自己的处境，是不是安呢？想要帮忙，你说我是中国人呐、啊，对不对？搞不清楚你到底是谁啊？哈、哦，不知道。国民党只是一个独裁的政府，台湾人却无法以选举出面对现实的这个总统，非常可惜，啊，没有办法。但台湾的地位属于美国的这个权利跟义务范围内，台湾的关系法长期以来，台湾人民的权利或是义务却给当地两个政党，哪两个政党？啊，国民革命党操弄为党派选举的工具，所以台湾选举导向造成台湾社会的乱源，对不对？啊，是不是安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却意味的，这个中国呢，我们这边有说国民党只是借口中国上市，却意味的玩弄了台湾人民及中国领导民进党，明明知道国民党其中的庞大的利益，再度的仿效。令人遗憾，他讲的，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跟状况，想要帮忙也没有办法。所以呢，一个中国的领导误判，以及国民党的这个误导，误判跟误导，让台湾人民无形吃尽了什么骨头，而且不知道，卡被暖也唔知啦，吃尽了骨头嘛是讲，啊，安尼就好啦，悲哀对不对？所以呢，这些穷奇无聊的政治动作让美国国会相当的不满，同理也让美国人民相当的不谅解台湾人民对台湾地位无知，为何这两党总是喜欢扮演什么麻烦的制造者来挑衅什么美国人？所以美国讲的很白啊，非常清楚嘛，所以。一个想要说什么两个统一呢？像德国统一有没有？哦，你知道吗？两个国家超起的债务以及历史的责任，中国也是超起的债务以及台湾的重叠。试想，两个穷人整天在那边做白日梦，后果将不堪设想。在经济方面，一个以为自给自足就可以当富足的什么中国人。那一个呢？好，我要靠着中国的施舍，我就可以满足我台湾的经济。北伐，这两个奇怪的、这个搞怪的这个政权，美国及盟国都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了。所以这种的政治游戏到最后就导致什么？最后摊牌，对不对？为了避免台湾、中国两方。双方能够现实，就对于这个现实面，这个认知的差距过大，美国将会积极的介入了，对不对？从切埃克法的时候就开始介入，要开始了，以免将这个双方两人不可挽回的局面，台湾与中国人民是以何等的无辜啊！我们今天不是只有在讲我们自己，从美国的角度说得很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呢？美国甚至大声地向中国喊呢、啊，
我已经邀请了亚太地区几个盟国，将要这个紧要关头以武力来吓阻两方，啊，互相调衅。澳洲及日本都拥有超级核子武力的一个海军，他们呢各自拥有亚洲最大的海上的舰队，啊，对中国盲目的扩张自己的领土，然后好领土，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将会有极大的威吓效果。 啊，吓阻效果、威吓效果，所以澳洲及日本都同意必要的时候将怎么样联合美国，以武力解决中国领导人的白日梦，是不是？你怕不怕对方？啊，你讲的美国就是随时在保护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弄清楚，这是美国希拉蕊讲的话嘛。所以澳洲与日本海军武力远超过什么中国。 将他们将会在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联盟，所以这一个地方，他就告诉这个马英九，对美国这个牛肉进口，其实是他是为了怎么样，这签ECFA的时候来一招啊，让人家模糊焦点，让他好能够完成签这个ECFA。可是你知道吗？这个。 这个过程，这个 ECFA 的时候，哈，我们先看看那个。你看，刚才是刚才过程有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你看看，今天台湾人啊出头天的，因为从麦克斯韦托占领的这个企业啊，这是不得将台湾变成为共产国家啊，然后到了2006年的10月24号啊，本土台湾人权开始控告怎么样？ 美国政府，所以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2月2号，这个创立了台湾民政府，在2010年6月29号 ECFA 和平条约签署了，签署开始就是中华灭亡的时候了，签署开始美国就积极要介入的时候了，你知道，这么喝咖仔，啊，美国的速度就是因此也快了。 所以呢，这个ECFA签是为了实现马背、马腹了哈，啊，因老背了，终其统一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看看这个共，它是即将将台湾进入共产化，所以台湾的这个当局也是灭亡，违反了美方，所以因此他要取回例行的这个主战权。 所以到时候到了末了，我们2001年完成之后，2010的7月4号，我们在驻美代表已经成立了，然后这然后就有宣布说台湾民政府啊，就是为了向迈向国际提升为台湾政府啊，有这么一个宣布啊，所以今天这一都是经大家的努力所做成的成果。 那所以今天我们台湾国际地位啊是现况是什么？啊，日属美战，日本主权领土，美国管辖权占领中，这就是很清楚、很明了的说明了一切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现实环境啊，战车是不是没有 local 了？有没有？啊，灭亡了嘛？非战之灭，不用战争呐。 啊，没有，以前是 local 在这里啊，差点摆，对不对？ECFA料，伊都无去啊啦，啊，你看轮这个轮子不在啊，不需要这些，他就等等以后法，哎，罗咱都啊，法务部唔是该讲嘛，无这 local 也是同等于什么恐怖分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清楚哈，战力宣扬哈，在这里发展很多的啊，他说他们拥有这航空母舰呐、啊，你看看他们的航空母舰会怎么样？会冒烟呐、啊？ 会啊，没有，我不要，而且没看嘛，在奥地利啊，对不对？航空母舰，那这你看看，这个航空母舰，但是呢要起降，能不能降？但没办法，因为重要的东西没有嘛，对不对？它不能起降。你看人家要起降的时候要什么？要挂钩嘛，有没有？啊，它都没有嘛，所以它还冒烟呢。你看看人家美国的，上面都是什么？ 战斗机这边呢，没有一台，所以呢，他自己的这个上校，待续他是什么？
它同等于海上旅馆，是不是？你们怕他们吗？难免惊吓啦。所以我们海上的对接，我们看见呢，美国在这一个你看看，在1958年到这个823这个爆炸的时候，我们航空母舰在这里，甚至到了澎湖，这一连串说明了台湾随时随地都有 USNG 在保护，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它占领这个地方嘛。只是我们台湾人不知道，我们其实台湾人不知道，所以今天以战争法，我们今天这个红圈圈是什么？啊？那叫做日本天皇，台湾是属日本天皇。这个呢，台湾是现在是谁在占领？美国占领。这个国旗是军事政府的旗，美国军事政府的旗，也说明了是日属美战，对不对？这个旗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核发身份证是根据什么？战争法。我们在核发身份证，现在跟旅行证。今天呢，在这里，我们知道美国核发琉球的护照是一样的哈。今天我们真的是根据台湾民政府，然后根据美国军事政府来核发我们现有的 ID， 啊，我们现有的 ID。那这个刚才看到这个是我们将来要的，将来要的这个旅行证，因为小弟说时间到了，他这个已经开始停电了，所以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台湾目前的现状是什么？日属美战。所以我希望在往后的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要用心，要记笔记，不知道的向周边的人同心互相的讨论，然后晚上举手跟人家分享的时候问一些问题，因为你们是我们将来的这一个政务官，所以你必须在法理的基础上非常的稳定。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那个陈玉成、许芳龙、徐玄强，还有吴芳琪，请到这边来拿你们的识别证，谢谢。